他们其实大部分很多都是就是单亲嘛，对，然后家里的那个状态其实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，对。他们在这过程中其实对啊，就是也很努力的去照顾自己，对，因为其实家里的那块 care 其实很少很少，对，然后所以他们必须靠他们的方式，对，有些就赌嘛，然后有些可能就帮忙处理事情。之前会去家访嘛，然后里面的那个空间真的是大家很难去想象啊，就小小的坪数，对，大概就15坪，然后但是，甚至我们有一个案家，他们里面家里挤了十几个人。挑那扇整排的布，可以大略猜测一户住家的人口数。万华地区的福民平宅是台北市仅存的3处平宅之一，必须要有低收入资格才能申请入住。民国67年完工的福民平宅，当时是以一户住三口来规划，但是往往入住的家庭人口数会超过5个以上。平宅不收取租金，每个月每一户只着收100到400元的管理费。刘伯传所辅导的青少年很多就住在这个社区里，聊聊天呐、啊，好久不见，真的，哎呀、啊。真的啦，卖拍水今天接，真的啦，别送上，卖拍水啦，卖拍水。曾经就是对我们有服务的少年，然后对，然后因为他们其实就可能国中嘛，然后有些国中可能年纪比较小，就跟到那边，对，然后可能是他从事的工作就是说会帮忙就是顾场子这样，对，若是有遇到警察，对，然后他就要提醒大家说，哎，就警察来了这样。对，然后他们叫做给我画罪这样，对对对对，罪稿之类的。请问你们是在打广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还是在播大爱？不是啊。采访过程中不时有社区人士关心。刘伯传说，这个区域集合了单亲、弱势经济、角头文化3大元素，所以任何陌生人出现都会引来关注。因为辅导青少年，医院也成了刘伯传长跑的地点。车祸其实是还蛮多的，然后再来可能就是打架打受伤的，对，然后就是先前有些就被砍伤这样。我们去那个龙总那边，然后哇，那好惨，那个被脑袋一刀，然后手筋断掉，对，所以他现在左手就只能是没办法握合，对，他只能这样子这样的动作。就原本对方要让他们置死地啊，对，然后他还好，他有逃下来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他那个少年，对，我们服务的少年，他就沿街跑，对，他从楼上然后一路冲下来，然后沿街就是因为他手已经一直骨折，然后一只是手筋断掉，所以他只能用脚去踢门去求救，对，然后他沿街大概跑了大概有几百公尺有，对。然后进医院前，刘伯传说起一名少年的受伤经过，虽然是较为极端的例子。不过，因为车祸或是打架受伤，在他所辅导的青少年身上却时常发生。这一天，他要探视的就是一名车祸受伤的少年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可是你可以下床吗？爸爸昨天超生气的。即使不飙车，刘伯传所辅导的孩子都习惯骑快车。挂着点滴，阿义就是因为车速过快出了车祸。他前一天才从加护病房移到普通病房。因为车祸大量内出血，情况一度危急，让阿义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。你们想过的比我更严重。对呀、啊，我弄一次就……哎呀，是我吓到。有吓到？哦，那是撞到，没办法呼吸呀、啊。鬼门关前的重大车祸，阿义倔强地说着还好。不过在刘伯传的辅导工作中，受伤事件往往也是少年狂飙生活的折返点。那一段时间他就没办法跟大家出去跑去玩这样，所以他其实反而多了一些自己独处的时间，所以他更能够去思考。对，然后我们也是，其实这段时间也是我们跟他们工作最好的时刻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把握这样的时间。对，然后虽然这样的效果其实。往往会随着他的可能
康复，然后或是回到社区，对，其实又会有一些，对，又被模糊、被稀释掉这样子。不过我觉得，至少曾经他是思考过的。所以里面是钢钉。那多久不能走路？大概两个月多吧。小腿上明显的伤痕是一年多前车祸留下的记号。小杰今年国三，在过去的狂飙岁月中，进出警察局是常有的事。后来，他成了刘伯传口中从折返点回来的孩子。以前就是很爱玩，就是很爱出去外面，就是说跟朋友出去打架啊，或者什么东西的。可是自从就是受了伤，然后遇到了官司，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变乖，慢慢的变乖。出界啊！不知道怎么讲，就觉得玩够了就好了。就不用再继续这样玩下去，让对自己也不是说很好啊，让家人又对，就不想再让他们伤心了。其中有个孩子他有上报纸，然后对，然后他的脚因为骑车撞断嘛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去医院看他，然后他的亲戚嘛，就阿姑就说，哦，这囡仔起来就友好哎，对啊，然后就其实逢年过节都会买东西，就是给他的弟弟妹妹这样，然后或是就是有赚一些钱，对，算国中生也赚钱，然后还是会来给我们这样子。对啊，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他们，对啊，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一面。这样的孩子，对啊，你觉得他坏吗？一般社会大众一定觉得超坏，对，超坏。去年刘伯传升格当了父亲，身份转换后，在工作上他也面对了要不要继续下去的选择题。还要继续签下去吗？期限，保固，就至少可能再个两年吧，对，至少了，还不知道了，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对于这边还有，我觉得还有一些想要去完成的东西，这样，对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个想完成的东西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帮这边的少年，然后我觉得是写一些东西，对对，然后可能是可以让外面的人更了解他们的一些。他们的生活，然后他们的一些我觉得不简单的地方。也许因为家庭，也许因为年轻，刘伯传看到少年们狂飙背后的原因，也让他面对狂飙的少年时有一颗更理解的心。